约旦科比·杰弗森在第三节连续得分带走比赛，有一个球还是教徐杰做人，在徐杰防守防得特别好的情况下还能打进，不愧是左手科比。本场比赛广东队的杜润旺已经前往了国家队，所以是少了一员大将，输掉了这场比赛。总的比分是1-1，一个 CBA 球队和一个参加过世界杯的球队打成这样，是不是说明 CBA 也不是那么菜？也会不会是约旦男篮并不想在热身赛中完全发力，只是想热一热身？但不论如何，和第三节的约旦科比都让我们看到了科比的影子。这支约旦男篮绝对是我们亚运会上要注意的一个对手。约旦科比连续的得分把客场变成了自己的主场，他可能不知道科比在中国的影响力。我们来欣赏一下约旦科比在第三节的疯狂表演。战术是打出来了，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球，杰弗森的自投自抢，这球算吗？而且杰弗森还是非常标准的 two motion， 也就是两段式的回放双。杰弗森三分球来了，要暂停了。看来徐行的第二个挡拆，然后张炮是顺下，这个球已经出现了空位。为主啊，杰弗森拿球，现场的球迷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哇，这个球再进，我的天哪！他也是不打了。我们看到这边，全场的比赛结束。